案的行走的时候，我得忍着。你今天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我就是路过，顺道来看看。不是林医师，你涂口红了？你不从来不化妆吗？好看吗？像吃了死耗子。我没吃。大冷天你脱衣服干啥？穿这么少。许芳，你好棒！啊，干嘛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好，不是对着干的。他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你的动作好标准，人见手。这不明显吃错药了。林师，你今天抽什么风啊你？没看大家在训练啊，丢不丢人？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再说话，我就。我去上班。棒，你好棒！许棒谁射手？许棒，我爱你。去，训练训练，闹，训练。不对呀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我努力的方向不对？还是不要做一些可疑的事情比较好？我今天这么卖力，放放完全没有再联系我，暗恋累。又来，坐，握手，哎，乖，握手，哎，给，握手。真的，芝芝，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现在高考生都这么闲吗？我来自然有我来的道理啊。我去拿点喝的。嗯。哎呦，挺暖的呀。他也在这工作吗？这家店都是他们家开的。是吗？哇，又帅又有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子可别乱说话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师哥，你比我姐大几级啊？大三级，今年大四了。
所以没什么课，主要写论文。哦，那就是大师哥了。师哥有女朋友吗？还没有。那边还有狗粮，我给你拿点，过来。哎，姐，你走这么快干嘛？我还没跟叶师哥好好聊聊呢。我早知道什么都不该告诉你。你可是我亲姐，哎，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姐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行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比婆婆还难对付呢？那当然了，这也决定你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婆婆。叶师哥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觉得她挺好的，不然就她吧，她给我当姐夫，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这么好的条件你还看不上呢？许放甩他一条街。为什么甩我？干嘛？我去下洗手间。咱俩刚才说的话，许芳没听见吧？我觉得吧，你刚刚说许芳甩他一条街的时候，不到一秒钟他就出现了，除非他耳背，不然肯定听到了。不是吧？你不会真喜欢上放哥了吧你？不行吗？那等他来了以后我就告诉他。你给我钱我就不告诉他。干嘛呢？哎，林系统钱掉了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这衣服上都从哪儿蹭的灰啊？杯子里没水。我去上厕所。方哥，我想吃肉。啊！林夕池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真的是蠢上天了。现在教你们数学的还是那王老师？我们数学是何老师啊。姐，快吃吧，特好吃。嗯。全世界备考生最重要，你给我多吃点。姐，我觉得你跟妈妈还是好好聊聊吧。林夕哥，赶快吃，一会儿全被你姐抢了，快！你最近成绩怎么样？能不能别在吃饭时候聊学习啊？这可是你许曼哥说的，全世界高考生最重要。嗯，不过现在
付出的人很多，就算付出也没关系啊。怎么说话呢？你不会安慰人，你就别说话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以前可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是的，比以前多。我告诉你。姐，我一会儿有点私事儿，我直接去车站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回去好好复习。放心，那咱们高考后见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了吧，上次我骑车都把你胳膊弄伤了，我可不敢闯祸了。我这胳膊已经好了，你看，好了。突然人变这么好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哎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嗯。看看，不好意思啊，慢点儿，看真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你的胳膊？哦，我没事啊。那我骑慢一点。不好意思啊。行啊，寒假也没闲着，不错。我这次回去的路上，我还打算再做两套卷子。这次来干嘛？这次是我姐有大事儿，这关系到我将来姐夫是谁，我必须得来啊。姐夫？啊，你说的是许放还是叶少文？你都知道了。现在还不好说呀。你将来一定要帮我密切监视我姐的动静，有什么事一定要向我汇报。我这个傻姐呀，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不操心不行呀。我像你，我
回吧。啊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回到学校，我见到何老师，我就想跟何老师好好聊聊他的女儿。他这女儿怎么了？你想不想我汇报？小屁孩，算你狠。我还有事儿啊，先走了。下次来的时候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是什么？等我走了你再看吧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啊，听见他说，许放甩他一条街。哎，说，一个女生在什么情况下会拿两个男生做对比？一个女生，只有在喜欢一个男生的情况下，才会把他们两个做对比。兄弟，我拉我前女友也经常拿我跟吴彦祖比。你有前女友？一个月的工资，要提前跟你们说再见了。嗯，放放生日计划：一，买蛋糕；二，买礼物；三，在烛光中告白。可到底买什么礼物好呢？嗯，早上好。早。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？我想要个生日蛋糕。哦，生日蛋糕吗？这边有图册，看一下啊。这个。啊，好嘞，那这个得稍等一下啊。您的蛋糕做好了，蛋糕做好了啊。嗯，多少钱？一共278。哎，好的，加上面包是吧？嗯，加上面包。
不能生气，指着我喜欢的人绝对不能生气。温柔，又温柔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惨了，怎么擦不掉了？等一下他醒来会打死我吧。今天我要再忍你，我就是狗。快点，快点！什么破网？网速怎么这么慢？你给我快点儿！你再说，屏幕就碎了。林夕驰，你认错人了。你把帽子拉到肚脐眼，我都认识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说生日快乐吗？我没记错啊。你看我现在快乐吗？你还笑？我今天过生日，还笑？你报仇了吗？不是。是没事啊，那个我洗发水用完了，借你用一下呗。哎呀，不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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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借。我查了一下，网上说风油精能擦掉，你有风油精吗？我帮你擦。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放放今年19岁了，要学会懂事儿，学会克制自己的脾气，不要对可爱善良的人发火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好了，你去洗一下。
生日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先许个愿吧。希望离席时今年能老实一点。你就不能许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愿？这是礼物。又骂我是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是我弄了一晚上的，这个是我亲手绣的。我希望他能替我守护你，不论是比赛还是训练，都不受伤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猜不到你的想法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但是我觉得这次我猜对了，李新石。啊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你还是先许个愿。那我的愿望就是，你还是把刚才的话全忘了。你干嘛戳我蜡烛？因为你刚才许的愿，我好像办不到。像有一点点紧张。哎，我手表呢？我走开！哎，我手表没了。哎，老郑，你快点，领导马上进来。不懂事，临时怎么来了？他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那个，走了。许放都暗恋你几百年了，许放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喜欢我几百年了，你是穿越来找我的？你少臭美了！你怎么还是这么凶？我今天送你这么好的礼物，值了。你换。
看你这样，大嘴。吓死我呀！真的，你才吓我呢！你这行动力够快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大嘴巴。喂，姐，你到底跟谁好了？你消息怎么这么灵通？别废话，如实招来。还能有谁？方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到处乱说，一定要替我保密，听见了吗？他好还用得着你说？以后还需要我继续报告吗？当然需要了。需要，我担心他的恋爱进度，不能让许放欺负了他。我怎么招惹这么一个麻烦事儿？